舞台的这个灯光音响我都检查过了，然后云海那边的家人和宾客都已经基本上到齐了，我们这边也到齐了，然后你们要播放的十周年的影片呢我也检查过了，然后下来查查你放松一点，我相信今天呢一定会很顺利的。我好紧张啊，你今天太漂亮了。那我现在该去上甜品了。好，快去吧。徐姐，苏雨，十年不见了，难得学姐还记得我。我怎么会忘呢？老婆，这位是？他是我的大学同学苏雨。哦，我知道你，你是 SMYU 的设计师。你好，我是叶云凯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今天怎么会来啊？亲爱的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，我找了你好久了。这位是？这位是宁美珠宝的宁墨尘小姐，也是我们重要合作伙伴。原来是宁小姐，之前我听云凯提起过你。你好。原来白小姐这么漂亮，叶先生真是好福气。看到你们这么恩爱，我真的好羡慕。叶先生，也期待接下来跟你的合作。徐姐，苏玉，等一会儿我们好好聊聊。好。宁墨尘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学姐现在还昏迷不醒，破坏别人的家庭，让别人变得不幸，这就是你的乐趣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宁慕辰，我是白。我是白。又在装什么戏吗？医生给你检查过了，你没什么大碍，今天下午就可以出院了。苏雨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现在多听你说一句话，我都觉得恶心。我学姐要是醒不过来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不是宁慕辰。说出自己身份的时候，都会有灵魂抽离的眩晕感。难道说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，导致我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？会不会和昏迷在床的百里有关系？宁墨尘，你在我的身体里吗？坚持住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换回来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换回来的。我们同居了吗？苏雨，我今天有点累了，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你在说什么傻话呀？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家？你墨尘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
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吗？苏雨，我。我们上楼吧。什么？小心，小心台阶。你忘了隔墙有耳是吗？什么？你在掩饰意吗？这又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计划？你是因为我跟叶云凯的关系才这样对我的吗？宁墨尘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只是假订婚，你与别的男人纠缠不清与我无关，但是你不应该伤害我学姐。假订婚？我问你，你是特意调查我，然后故意破坏我学姐的家庭是吗？会像你似的疑神疑鬼的。我的身体好用吗？我拥有一切你没有的。别过来！你的人生就是个笑话，从我脑子里滚出去！为了让大家相信我是宁墨尘，我必须要了解他的过去。喂，彭医生，你今晚有空吗？宁小姐，请坐。宁小姐，好久没来了。之前我因为事故，好多事情记不清了。上一次我来找你咨询，是因为什么事啊？宁小姐的症状很像是选择性失忆，但不过有些事儿能忘记也是好的。可是我想拥有完整的记忆。是因为童年时期受到了一些创伤，你父母很早就离婚了，父亲很快也再娶，还生了一个妹妹，你的继母经常虐待你，但表面上却装着一视同仁。你将这件事情告诉你父亲，但是你父亲受到你继母的蛊惑，不相信你。从那以后，你对男人极度失望，但又极度渴望。意思是，我很不相信男人，但是又很需要男人的陪伴，所以会想要找很多的男朋友去试探他们的真心。
宁小姐思路很清晰，跟以前确实有些不一样。毕竟重活了一次嘛，总会有些不一样的。